你，你一点都不怕，我不许你减肥，知道吗？要保持自己完美的体型。你不是纽约，我也不是洛杉矶，我相信爱情可以打破距离。很多人都在问我如何选购一辆好车，这个呢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因为平常吧，我的车都是开一次换一辆。别问我为什么，因为共享单车就是这么规定的。敢问这位兄台，您关注我了吗？什么？没关注？不是铁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人家都关注我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关注我呢？你的犹豫不决成就了别人的先下手为强。青春不常在，时间不等人呐。你关注不了吃亏，你关注不了上当。你过了这岁可就没这店了。生要学会集中，然后要又分散，然后要我分散，哎，两边分开。老铁们，我被沙子埋住了，埋得很深很深，你们能不能来救救我？你们啊，你看这人怎么往后拉呢？我还没表演完呢。我承认我去过夜店，但是刚进去就受不了，里面居然没有书，没有知识的海洋，五颜六色的灯照来照去，那些人好粗鲁，好像很屌的样子。你有房吗？有啊。有几套？两套。在哪里？左心房，右心房。帅哥，你有读书吗？读什么书啊？读懒觉书啊！有山靠山，有海靠海，没山没海靠六合彩，还读书？看了抖音买了这个，来来来，让你们看一下哦。哎呦，还不错哦，质量还不错。我现在把它戴上。看起来还不错嘛。我要出去浪了。你肚子是真的假的？欢迎，欢迎，别想别想，我凌晨三点钟。